1月23日，于月仙在微博晒了一组与欧阳娜娜和翟天临的合照，并写道，到浙江卫视录制节目，飞机上巧遇可爱的欧阳娜娜和实力派演员翟天临，他们因一起参加演员的诞生而结识。照片中，欧阳娜娜搂着于月仙的肩膀，用手托着下巴，面露甜笑，十分少女。于月仙嘟嘴卖萌超逆龄，欧阳娜娜穿着黑色大衣，头戴长帽，素颜出镜，少女感十足。于月仙剪着学生头短发，身着红色外套，画着清淡的妆容，47岁脸上没有皱纹，显年轻，跟相差29岁的欧阳娜娜同框，像是同龄人。欧阳娜娜托腮嘟嘴卖萌，少女感爆棚。于月仙脸上虽然保养得较好，头上的几缕白发难敌岁月。于月仙毕业于中戏，随着《乡村爱情》陆续播出，她因扮演谢大脚而被全国电视观众所知晓和喜爱。前段时间因参加《演员的诞生》，凭借精湛的演技备受好评。